就比较漂亮一点。我小时候啊，哎呦，你这个，哈哈哈哈哈，你找的那个。远一点，远一点，就是这个地方。他新买的手机，第二天给我就摔爆了，换了一个。找到吗？对呀、啊，买了第二天摔爆了。魅族的手机这本来就蛮好的。我家多，我家一分多钟啊。自己也是这个吗？啊，没有。西总说他帮他客户拍个视频，然后发给他。你拍的这么久，好滑啊！这是什么的武器啊？按小箱子嘛，粗大箱子都厚一点。